北京没新闻了？北京现在袁世凯在实行新闻管制，各大报馆全都闹翻天了。他想堵住悠悠之口啊。我觉得他就要开始实行他的家天下了。皇帝的新衣，哎，皇帝的新衣，总有一天会有一个孩子跑出来会喊，你看你看你看，他什么都没穿。可是那小孩什么时候才能喊出来呀？他不会让那个人喊出来的。他呀，他一定会找件旧衣服穿上，他不能光着屁股啊。那您的意思是说袁世凯他真的要当皇帝啊？这是他多年来没放下来的心愿，他一定要当皇上。这个衣服旧了还总可以穿在身上，他就不再光着屁股了。